中方一贯主张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，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，支持建立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机制。中方一直在为和平尽力，将继续以自己的方式为推动乌克兰局势缓和发挥建设性作用，同各方一道朝着争取俄乌冲突尽快解决、欧洲尽快恢复和平的大方向做出努力。我们呼吁俄乌双方坚持对话谈判的大方向，相向而行，就政治解决方案形成共识，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，早日恢复和平。当前形势下，国际社会应多说有利于对话谈判的话，多做有利于对话谈判的事，支持俄乌谈下去，谈出结果，谈出和平。要警惕和防止拱火浇油，激化矛盾，为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设置障碍，增添阻力。